2015年10月29日来到小琉球，看它旭日东升，真的是旭日东升，有看到了吗？好漂亮哦，真的是值得。原来地球这样转得好快哦！而且在夏福渔港，整个视野非常非常的辽阔。看一下，非常的特色。好，这就是整个岛上的旭日东升。哇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